我们来公园玩啦，这里是永和的四号公园。对，我们带小朋友来这边玩泡泡这样子。那小朋友嘞？小朋友嘞？我是不要怕的。哎，没有泡的。你好丢脸啊！对，他平的。对对对对。去绕一圈，去爬。去。你们要准备下来啦，先穿鞋。对，后脚胶。他也想看哥哥玩泡泡。哇！啊！哎呀！啊！泡泡！你要个泡泡给妹妹看啊！泡泡泡泡，哥哥泡泡，哥哥哥哥。哥哥玩自己的。你绕妹妹的圈圈，平的不可以这样，她会踢。绕妹妹圈圈。好，绕妹妹。你不要对妹妹射哦。哥哥的泡泡在那里。现在好多老人在做。平的。对。我觉得你那真的很好笑哦。那该我开斜斜的吗？他那个泡泡会滴。对，那边小松鼠，这里的那个松鼠超多。这边很多松鼠，这边松鼠很凶哦。这边的松鼠都会跟你抢东西哦。他们全部都上。哇，这个好像有来过。这好像我们有来过，记得。我拜跟旗。爸爸，我记得我们有来过这边没有？有啊，这我们以前常来啊。这就是永和的那个万平公园四号公园。哎，这边人数真的比那个仁爱多好 多很多，因为它这边也有那个篮球场。它这边就是因为它横跨着中和跟永和，所以这边人很多。泡泡，泡泡，泡泡，要平的嘛，对，平的泡泡。爸爸，那你手都不行，爸爸我帮你擦干净。没关系。我要正负。你种树干嘛？这泡泡水可以让树长大。我有这个三香阿鲁拉的椰蛋树。嗨，人家小朋友在等你吹耶。再给妈妈。喂，它是泡没了。对啊，它一直按，很快就没了。你让妹妹吹泡泡，不然你把她先把她抱走，有蜜蜂。不要动，不要跑。不要跑。她先打败泡泡。完蛋，没有了。蜜蜂一直在阿姨妹的头上，快走，慢慢的离开。哎，她走了。好浪漫哦。好浪漫哦。做泡泡就很多小朋友。有啊，泡泡。还有啊。以后长大，我要买那个。还在吗？那个什么？大的。不是美少女战士。这样子，它会一直，它只要它不要按，它就这样子一直摇，它就一直出来。这么厉害？对啊。那为什么阿 U 长大没有？因为它那个是一开关，它就一直爆泡泡泡，就不用按。泡泡。那边其实是那个共荣公园，但那区，但是人太多了。哇，好美哦！要不要球？你们两个玩球好了。玩球要去那边玩。对。呀你要撑着哦。啊，你去玩，妹妹应该可以自己走了，自己去拿。走。走。
还是我们去摇摇摇？摇去哪里？摇摇摇。来，走，我们去让妹妹走下来了。看她去哪里。拿来，拿来，快去摇摇！我得去让他坐上去，那边有弹簧，把他夹到手。这边都会有 KTV。老人 KTV 啊，他们都在公园欢唱，有没有？而且很多很多汉化在这边就是下棋。阿哥嘞？在那边。你来了。你要把花都收。好，来，叔叔你啊，来，你去那里，去那里，去对面。爸爸过来，爸爸过来。我过来，谁拍？在我旁边。好。可以拍我上面。你们要下去。来，等我放放一下。他是手都要玩一下。后面有人。他每次上溜滑梯会在这边卡住，就是很恶心。大哥，大家去溜滑梯。亲，小。好像很聪明。不要打。你们很坏耶。你们都不给他碰到球。好，轻轻滚，轻轻滚。好，可以了。没有。啊，爸爸给你，爸爸给你，来，爸爸给你。爸爸，不然我们组成一个三角形，然后跟奶奶一起玩。兰姐。我们组成了正方形的哪一起玩？他太小了啦，他没办法。我们不要在这边玩，这地太刺了。他怕他跪下来的话会弄到。你去旁边那个。小丽，小丽。哎，还有最后空翻转。哦，捡到了。你在找什么？啊？哥哥在那边啊，后面啊，来，对，你刚刚以为他以为哥哥躲在椅子下，不找哥哥，哥哥过来，妹妹找不到你啊。不用给妹妹，给妹妹怎么样？给妹妹，给妹妹。哦。你要抱走去海里，抱去海里。不要妈妈。这边可以了。
妹妹抱球跑很远的。妈妈都跟不上了。挡杆了，不要挡杆了。妈，给我哥哥，给哥哥。你看他拿球要去哪里了？啊，拿走啊。这掉坏了。你抓他，一，二，一。对，在这边看，在这边看，对。反正要后面的狗狗，后面的狗狗很丑，让我压压。狗狗。这两下阿姨。对。狗狗。对，不要吵他们，他们想找地方上厕所。你想找地方尿尿，人家吵你好不好？我很不好意思，抱歉。那个，狗的那个地方在前面啊。那里有很多狗狗，然后你看，狗狗聚集地。这是狗狗的，因为这是狗狗大王。我这边是狗狗大王。转圈圈，转圈圈，换你了，我输了要等你们。转圈圈他会脸会变的、啊，上你忘了以前转圈圈的时候会变脸吗？还准备了，我们发球，发球，吁，开始，吁，嘿，发球，吁。我觉得这样是，这好累啊。啊。Ha ha ha!